我要当雷森里的绩优股，我不希望我的漂亮的故乡被干了很多水泥的建筑物。每次听到很多人要来开发，我说开发发展，人类寻求发展有很多的方式，不是只有盖饭店而已，也可以住民宿啊。如果观光客真的很多，你把 BOT 的钱给我嘛，3亿，我带盖300栋原住民的茅草屋，而且有 WiFi 的。茅草屋会不会被台风吹掉？没有关系啊，房子也是要换肤的，换一下皮肤，每年盖，传统技术就不会不见。很多人很喜欢阿美族，阿美族母系社会，男生都穿短裙。今天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吧，我还带了部落精挑细选的2位帅哥，我欢迎我们的部落的弟弟巴少和奶奶。帅吗？帅。哎，女人，你们有没有穿内裤啊？我都好害怕，你们远一点啊！哦，但是我们要遵循传统，里面没有穿。咦，怎么有人想要前来？跟我们这样，有机会去都兰，去阿美族部落，那边真的很多阿美族。带来这首歌，我自己的阿美族的创作，《我们的约定》。